杀你杀我。啊！哇，第二形态哦，干啊！我不就要打两次，好难打哦。继续用巴巴人。虽然他第一形态还算好打的了，而且他反正第一形态打完把你补满，还好。放人剑，哇，一直在放人剑。我的弟，我的弟，我的弟，哦，被砍死了。帕拉丁。玩帕拉丁好了。哇，这个很难打呢。打好久。祖先的冷箭，啊！哈哈，祖先死了。留点补在地上算了。万佛朝宗，哇！哇，这好恐怖！大刀一挥，哈哈，嫩，劈死你！点点点 ，You have defeated me, but at what price? I may have slain the king, but only after his people.Ask yourself what justice has been met. In the end, we are all of the same thing. Look to your such is the cost for the son I had forgotten how it felt.啊 ！Lady Lisa Two， 老祖宗也死了，然后他砍了国王，而且原来是女的。哇！大爆钱啊！结束了。光宗耀祖，
这是我总共杀死的敌人嘛，结束了，还有骑士们，哇，他们也光宗耀祖。夸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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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僵尸吧？还有画怪。这是什么？这是怎样？我看到啊，啊，那也是，那有可能是一只怪啊。尼可拉斯凯奇，这是大只的。我遇过这只吗？没有印象。哇，你看那个大炮，好色哦！大炮2000。Flower Moon， 恶心，这个也很恶心，这个我遇过，有印象，超级来，一次喷8颗还9颗。又是尼可拉斯凯奇，好像啊，我觉得那个绿绿的还蛮好看的，奇怪的球，我遇过大颗的球，我没讲。Nimpo。Ninja， Nino Pojo， 鬼东西，史莱姆，恶心。快结束了吧？烈焰马，这应该是梦魇一类的东西。哇，这个怪感觉可以坐在一些色色游戏里面，这个动作那么变态。黑暗骑士，大只的黑暗骑士，哇，光宗耀祖，制作人员都好帅。最后胜利的是帕拉丁，果然还是帕拉丁最屌了，而且是女的帕拉丁。接下来这个帕拉丁就会找个好老公嫁了，然后卸下家族的职务，就会被附近不知道哪里来的兽人。在早上做饭的时候，老公出去辛苦工作，兽人就跑进来了。哇，还有小孩啊，太爽啦，是不是 ？Thanks for playing， 这个 Total Children Time Played 打了8个小时啊，总共花了58代。耶、yeah ，不关。然后这就是第二轮，接打第二轮。第二轮就变比较难，然后都一样。这是什么？哦，这可以换。591。噔噔，哇 ，Dragon Ball， 可以变成龙翼的，好贵啊！还拿了新成就。就是第二轮，还一堆东西没拿、欸。
看起来第二轮就是一模一样，然后怪比较强之类的。你看，开场就是这一种，哇，开场就88等，钱好多，我完全不想跳下去捡，好恐怖。好多钱，220，然后关卡变难这样，关卡应该也不会变难吧，差不多。一个变20，其实还蛮多的。哦，哇！直接妈敌人都升级成这种强力的怪。真的，敌人直接变强力怪，好麻烦。不是很想玩。Take no damage， 不要下去。好啦，这块游戏大概就这样啦，不玩啦。其实还不错啦，这块还蛮好玩的，难度有。不过这个一般玩家会玩不太起来，就是因为它虽然会让你越来越强，可是你要花很多时间。我8个小时就觉得有点久。啊，穿墙。啊！一代 Lady Lisa 2，就这样射了，还是个文盲。只是他都已经破了，他为什么还要就是还要死那么多人？没有意义，就没有王了。我说我懒呢，我现在就是就反正就破了，不想玩了。幻影剑，破都破了，实在是懒。蓝拳圣使，不要！我射你满脸，射满脸，容易哦。我也不知道，我去看看龙翼可以干嘛。哦哦，就一直死啊！一直死就可以知道龙翼可以干嘛。哇，好硬！啊，射了！88人，龙翼在哪里？龙翼要弄出来也不容易，这也是88人。好，我要玩这个。Hello， is anyone there？Hello， 哦 ，Who is there？ 啊，射了！就那个图是正确的。还有龙椅，
哦，我还遇到一个画怪，哇，好难搞！我一刀把人家砍那么远。哦哦，他砍不到我，太好了。哦，当作练习自己。哦，啊，哇，光一张图，妈敌人就跟鬼一样哎。这应该要在第一轮练，就是练强一点再来第二轮，不然这个好难打。擦你满脸！哎，画怪太多了。我这22滴，然后洗个龙出来玩一下就好了。好懒，不想玩。哦，差一点出事。啊，马啾金！我一刀都可以把人家砍好远，这原本就有这么远。啊，射了！没有龙啊，都没有龙啊，玩这个好了，玩的大只佬，散射箭。哦，超大只，大妹，哦，大妹被砍一刀就死了，虽然内内很大。那个龙是不是很难洗出来？哎呦 ，Dragon， you are a man dragon， 然后没有遗传病，往看，这是女的。会飞，好帅啊！然后不能跳，哎，超可怜的。他按那个跳跃会变成飞行模式。哦，还会耗魔来从内内射出一个东西，耗一次14，哎，天哪！妈不是没多久就死。他不能普攻，哎，那你拿刀干嘛？他特殊能力跟跳都是飞，可以干嘛？他这样射你满脸，而且好短。这边射击游戏啊。好啊，好，他会回魔了，那回魔速度也还好，没魔了，没魔了，哎，这边升啊小，沙罗曼蛇，没魔了啦，干，哇，我连要打这个都很困难嘞、欸，一排一排打。啊！我在飞呀！好，名副其实的弹幕游戏。这个如果把那个职业的魔点多一点，可能还有点用吧，就还蛮有趣。玩票性质，没什么实用性。我们还玩那个，就是平常就是砍砍砍就好了，这个还要在这边射射射。
我会飞这个要掉。嘿嘿嘿，嘿嘿，咦咦咦咦咦，哎。 啊，如果这个可以刀，就是配合刀使用的话，应该会强很多吧。这他妈不能用刀，这个乐色。喂。然后他都是可以跟一般的人一样，就还蛮强的。就是他就是不能使用。 你只能够像这样子飞来飞去哦，哦，哈哈哈哈哈哈！被地板钻出来的僵尸碰到胯下就去了，您还挺敏感的。好了，结束了 ，Rest in peace， 结束了。 这只只要就是特殊能力变成飞天跟下来，然后特殊攻击是喷火，回魔速度快就够了，这只就很蛮强。然后没有，就这样嫩。好啦，休息啦。三只法师是干嘛啦？不想问法师，巴巴人 ，Dragon。 Dragon， 哈哈哈 ，Dragon， 第二轮说再打直播就出现就很懒啊，因为还要练啊。第二轮又不是说第二轮而已，他是那个呢，敌人都强化很多啊，花更多时间，懒啊，无啦吧，老啊啦。 那笑脸的时阵，够靠黑啦，这今嘛袂当，怕这也袂忝死。觉得我光打赢王就已经很辛苦了。哎，没事啦，晚上不知道干嘛。晚上要干嘛？15号，下个礼拜就有那个了。 可以开始我们的 Watching You Watchdog， 7点了，我好饿哦，没吃饭呢，想去买饭吃。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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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要吃什么？哎。 我有那个麦当劳闹钟送的劲辣鸡腿堡单点39块，不要去买麦当劳。哎，嗯，哇。 去麦当劳吧，7点人多，拜天，拜天，这便当店没开，妈的，你妈逼的，嗯，啊。
你妈逼！叮咚，夜眠无事边中间。哒哒哒哒哒哒，九条好汉吃大便。晚上要干嘛呢？有什么小东西可以妈拿来玩下呢？上要玩什么好呢？我想想，觉得我应该先决定要吃什么。可是我现在就是吃完饭洗完澡就哇好舒服啊，人生大轻松，然后就睡觉。我再看一些设定，设定器想弄。记得他那个地方可以看你的订阅总人数，我要找一下。6月2号什么发生什么事？订阅总人数是那要从哪里看呢？烂！干个花布 ，unfollow。诶，我找不到诶。